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吕欣欣老师，欢迎收看新闻英文一。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十四讲次，那么第十四讲呢，我们要看的文章是跟 fitness and health 有关的，也就是健身和健康相关的新闻。那么我们相信呢，大家都非常关心养生的议题，怎么样让我们呢保持得更健康，更有活力。健康是一切的根本，大家想要念书，想要工作健康真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呢一些最新的相关的消息。好，在我们进入课文的阅读之前，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本课的重点单词。我们看第一个字 cardiovascular 形容词，心血管的。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ccount for more than 25% of all deaths。 好，心血管疾病呢占死亡人数的 25% 以上。 Stroke 名词，中风。Ivy's father had a stroke yesterday. Ivy 的父亲昨天中风了。我们看下一个单词 sugar cane 名词，甘蔗。Many new plant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at country, including sugar cane and bananas. 许多新的植物被引进了那个国家，包括了甘蔗和香蕉。Grateful 形容词，感激的。我们来看例句。 I'm grateful to have you help me repair the house. 好，这句话意思是说，我十分感激呢由你来帮我修缮房子。 Repair 是修缮修理，那么 I'm grateful 它后面呢如果要接这个动词的话，那我们就会用这个不定词的用法 I'm grateful to have you。 那么如果呢同学后面呢要针对什么而感到感激的话，那么可以用介系词 for。 I'm grateful for your help，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单字 credible 形容词，可信的。It is hardly credible that Susan has grown so tall in 1 year. 好，这个 hardly 呢是很难的，那这边指的是hardly credible 难以相信的，真令人难以相信啊， Susan 在一年内呢长了这么高。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字 Swift 形容词，快速的。The river is too swift to swim. 好，这河水呢，水流太急，以至于不能游泳。好，那我们看啊，这边有一个文法的用法 ，to 怎么样？后面加形容词 to do something， 意思就是说太过于怎么样，以至于不能怎么样啊。那这边指的就是这个河流的水流太湍急、快速了，以至于不能游泳。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字 ，offspring。Offspring 名词，后代。 Richard's offspring are diligent and intelligent. 好，那么他说理查的这个后代呢既勤奋又聪明。 Autism 名词，自闭症。 Emily's younger son was diagnosed with autism at an early age.好，艾米丽的这个小儿子呢，他在早年的时候被诊断患有自闭症。这个 diagnose 是诊断的意思。diagnose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动词，诊断。Harry is only 4 years old, but he has been diagnosed with diabetes. Harry 才40岁，但是已经被诊断出来有糖尿病了。Mutation 突变，名词。 The child carried a mutation of the original virus. 这个孩子带有原始突变的病毒。
好，以上就是本课的重点单词。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本课的片语。Constant stress, constant stress, constant 是持续不断的 ，stress 是压力，持续不断的压力。Blood pressure, blood pressure, 血压。Heart attack, heart attack, 心脏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心血管疾病。Blood vessels, blood vessels, 血管。Bone marrow, bone marrow, 骨髓。Intern, intern, 轮流交替，反过来如何的。Looking for, looking for, 寻找什么。Birth documentation, birth documentation, 出生证明。Passed on, passed on, 传下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本课的第一篇文章。Stress links to heart disease. 好，那么这一篇的文章的标题啊，还是说这个压力呢和心脏病有关，好，心脏相关的疾病有关。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段它怎么说。The effect of constant stress on the deep lying region of the brain explains the increased risk of heart attack, a recent study suggests.好，一个最近的研究呢，suggest 有指出啊，或者是说啊，这边一般来讲是建议，那这边指的是啊，指出一个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啊，他就说呢，这个constant stress 就是持续的压力，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跟效应啊，在这个大脑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区块啊，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压力呢，它可以解释不断呢会增高的这个心脏病发生的风险。好，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在身上、心理上的这样子的压力，它会在我们的脑袋当中呢产生影响，并且呢就提升了这个心脏产生心脏问题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和几率。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Stress could be as important a risk factor as smoking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The U.S. researchers said, heart experts said at-risk patients should be helped to manage stress. 好，那么 stress 就是压力。他说呢，压力呢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因子。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抽烟 smoking， 那么还有高血压一样。所以一般呢，我们很多人呢，以前有听说过这个心脏病呢是高血压、高血脂所引起的。可是这里呢，压力啊，也是跟这个抽烟啦，还有高血压一样，是一个这个高风险的因子。那么这是美国的这个研究学者所说的。Heart experts 就是心脏的这些专家 ，experts 是专家的意思啊。他说呢，这些呢高风险的病人 at risk patient， 他们应该要接受帮助，被帮助。这边是被动态的用法 ，should be helped， help。那前面加上了 be 动词 help， 加上 ed， 那它就是一个被动态的用法。他们应该被帮助呢，来管理他们的压力 ，manage stress。好，第三段说 ，emotional stress has long been link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hich affects the heart and the blood vessels. But the way this happens has not been properly understood. 好，他说这个 emotional stress， emotional 就是情绪的，情绪上的这种压力啊，长期以来呢，都是和这个心血管疾病啊风险增加是相关的。Long has long been linked with something 啊，就是和什么什么有关的，和什么什么有关的。那这个 which 呢，后面带出来的形容词子句呢，就来形容这个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好，那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心血管疾病呢？就是呢，这整件事情呢，啊，这个情绪上的压力呢，它会呀影响心脏，还有这个血管啊，它们的这个构造或变异等。可是至于啊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发生的 ？By the way, this happens. Happen 是发生。Has not been properly understood， 还没有被很深入的来了解。好，这篇文章我们在课本里面看到的其实是蛮短的，但是呢，它在这个实际的报道，其实它篇幅其实还是算蛮长的，所以有一些和健康啦或者是这个和医疗相关的一些讯息，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上网呢再仔细的来阅读一下。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国立台北商业大学体育室的李玉玲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请跟同学打个招呼。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玉玲李老师。好，那李老师，我们刚刚在课文这里呢有读到，就是呢现代人的这个工作压力呢很大，那么压力可能会导致这个心血管疾病，那么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教我们一些简单的伸展活动，让我们久坐的一些同学啦或者是上班族的观众们，我们可以平常来做一下伸展一下，轻松的减压呢？是，其实造成压力来讲的话，有四种简单的方式可以来让我们纾压。第一种是做有氧运动、无氧运动，或者做一些肌力运动，那或者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尤其是我们同学跟一些上班族，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伸展运动来达成减压的效果。那等一下我为大家介绍五个很简单而且蛮容易做的减压动作。现在由于手机的普及，然后电子产品的日新月异，然后大家使用依赖电子产品越来越使用越来越多，所以造成很多同学啊或者一些上班族容易肩颈酸痛。那等一下我带来五个动作可以放松我们颈部肌群跟肩部肌群。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试看看用我们的双掌，然后抱我们的后脑槽，让我们的下巴微缩，然后用我们手掌的力量往下推，大概推5到8秒的时间，自己心里面默数5、4、3、2、1，那重复这个动作大概做4到5个循环。那第二个动作我们可以做合掌，然后让我们双手合掌向上，然后眼睛来看我们手掌的我们的手背，那也是保持5到8秒的时间，5、4、3、2、1。那这两个动作可以放松我们的颈部跟肩部。那另外在侧边的肌群，我们可以透过让我们的颈部做一个简单的拉扯。那第一种方式，我们透过我们的手拉耳际上方，拉到用左手拉到侧边，也是维持5到8秒的时间。那另外再换边，好，这是很简单来放松我们侧边的肌群。那另外我们有一个颈部有另外有一个内深层有一个旋转肌，那我们透过转头的动作也可以来伸展我们的旋转肌。那首先它的动作要领是先缩下巴，再我们往我们的右侧做转头的动作，转到你的头紧绷没有办法转的就可以停止了，也是停止大概5到8秒。那5到8秒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很缓慢的再换到另外一侧，也是保持5到8秒的时间。那重复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做4到5个循环。那完了之后，最后我们可以试看看让我们肩膀做一个抖动，向后抖动也是抖动5到8次，那再向前抖动5到8次。这样大概只要花5到8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达到伸展的效果，然后放松我们的颈部跟肩部的肌群。好，谢谢李老师，很实用的一些小秘诀，而且大家坐着的时候，坐车啦，或者说坐飞机啦，也都可以用，可以舒缓我们的头部、颈部和肩部这些肌群，那就是也可以释放压力。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很多人就这样看平板，或者是低头看这个手机，在这个小小的画面上要处理很多的公务，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些伸展运动的话呢，也可以适度的、随时的来释放一些压力。好，谢谢李老师这边的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本课的第二篇文章。Violet Brown, The Secret to Long Life is Hard Work。好，那么这一篇文章呢是有关一位人瑞的消息。那么这位人瑞呢叫做 Violet Brown。那他说啊，这个他长寿的秘诀秘密 Long Life 是这个认真的工作。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啊，认真的工作可以长寿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报道的新闻。
好，第一段他说 Violet Brown spent much of her life cutting sugar cane in the fields around her home in western Jamaica. She attended church regularly, avoided the poor and chicken, and celebrated her 117th birthday last month. 好，那么这位女士呢 ，Violet Brown， 她呢，花费了她的大半生呐、啊，都在做什么呢 ？Cutting sugar cane in the field， 在这个她在西牙买加的这个家乡附近的这个农田里面呢，她都是在耕种这个砍收 sugar cane 甘蔗的。那么她同时呢，也规律的上教堂 ，she attended the church regularly。regularly 是规律的意思 ，ly 副词结尾。那么 avoid 是避免的意思，她避免吃这个猪肉还有鸡肉。And celebrated her 117th birthday last month。她在上个月呢，做她这个117岁的庆生，哇，这个活了117岁，真的很了不起哦。那我们来看下一段。On Saturday, she is believed to have become the world's oldest living person, following the death of Emma Morano of Italy, born November 29th, 1899. 好，那么在礼拜六这一天呢、她被认为呢、是世界上活得最久的人。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意大利有另外一位意大利的女士叫 Emma Morano， 那么她是1899年生的。她过世之后呢，这位在牙买加的女士，她应该就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了。那我们看下面一段。Brown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she is surprised but grateful to have lived this long. This is what God has given me, so I have to take it long life, Brown said. Brow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oldest person in the world with credible birth documentation. 好，那么这位女士呢，她就告诉这个媒体 Associated Press 是一个媒体的名字。那她呢很惊讶但是同时呢，她也很感激 grateful 感激有这么长寿的生命。她说呢，这是上帝所给予我的。那所以呢，我就收下来了。Brow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oldest person in the world with credible birth documentation. 那这一句话的意思说呢 ，Brown 呢，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年老的人。那么他有着很可信的这个 credible， 很可信、很可靠的 birth documentation， 就是他的出生证明。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段。It is said that she was born on March 10th, 1900.Jamaica's Prime Minister congratulated Brown on Twitter. The secret to long life is hard work, she said. I was a cane farmer, I would do every work myself, she said. It is said, 呢据说据说他是在1900年3月10号出生的。那么牙买加的这个总理 Prime Minister 在 Twitter 呢上面呢就恭贺他的生日 ，congratulate 就是恭喜恭贺。那么这位女士呢，她就说了，到底长寿的秘密是什么呢？她认为啊 ，the secret to long life is hard work， 这个辛勤工作。她说呢，她是这个种甘蔗的农夫 farmer， 那她呢会做亲自来做每一件事情。I worked me and my husband over that hill.She also credited her Christian faith for her long life. 然后就说了我很认真的工作，我啦，还有我的先生了就在那个山丘上 hill 那边在工作着。那他也说呢，他呢也把他的这个长寿啊归功于他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Christian faith。他说 ，I have done nearly everything at the church. 我在这个教堂里呢，几乎做了每一件事情。亲力亲为 I spent all my time in the church. I like to sing. I spent all my time in the church from a child to right up to today, she said. 好，那她说这个她很喜欢唱歌她花了她大半生的时间在这个教堂里面
所以呢，从孩童的时期啊，一直长大，一直到今天啊，他都花很多时间在教堂里面服务等等。好，所以我们看到这篇文章，我们看到这位长寿的女士，她这个长寿的秘诀，感觉上呢，就是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然后她也很认真的在工作着。过着他的人生，好，所以这个长寿的秘诀，很多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想问问我们的李老师，像我们现代人，大家工作可能就很忙碌，也没有时间出去运动，或者是像这位老人家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究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比较健康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位李老师。好，谢谢。简单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所做出来一些研究哈，其实快乐可以促进我们长寿，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我们怎么样来达到快乐这个目的呢？那有些研究做出来说，其实我们从事运动，我们的脑部里面会分泌两种化学物质，一个叫多巴胺，一个叫内啡肽。那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那一个是会让我们比较正向、比较愉悦的。那所以如果我们有规律的运动的话，我们脑部经常让它分泌这两个物质的话，事实上我们会比较快乐的。那通过快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达到延年益寿，达到长寿的目的。好，谢谢李老师的说明。好，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做啊，保持运动，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情呢保持愉悦。那我们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健康而且长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课的第三篇文章。Smoking while pregnant may harm your future grandkids. 好，这篇文章是有关于吸烟。那他说呢，在怀孕时期吸烟呢，也许会危害子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报道，它是有关于一个医疗研究。我们看第一段 ：If you're looking for another reason to just say no to cigarettes, researchers are offering up more evidence.That the habit has negative influence not just for the smoker and not just for the smoker's children, but for the smoker's grandchildren too. 好，他说呢，如果你正在寻找另外的理由啊，来跟这个香烟说 no 的话 ，cigarettes 就是香烟 ，researchers 就是研究人员、研究家。那么现在啊，正提供呢更多的证据来给你作为戒烟的理由了。好 ，more evidence 是证据。那什么样子的证据呢 ？That the habits 就是抽烟的这个习惯 habit。它呢会有这个负面的影响 ，negative influence， 不是只有对这个抽烟的人有负面的影响哦 ，not just for the smoker， 好，也不是只有对这个抽烟的小孩有负面的影响哦 ，not just for the smoker's children， 而是什么呢 ？But for the smoker's grandchildren too， 而是也会对这个抽烟者的孙子啊孙孩啊是有影响的。Coming on several years of research into how smoking changes the genes of smokers' offspring,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reviewed 14,500 participants of a large study from the 1990s and writing in the journal that the girls whose maternal grandmothers smoked during pregnancy are 67% more likely to display certain autism-like traits.And 53% more likely to be diagnosed with an autism-like disorder. 好，那么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呢，这个随着非常多年的这样子的研究啊，它是由这个在英国的 Bristol University 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长期的研究呢，这个发现就是说 ，smoking 抽烟呐、啊，它会改变这个抽烟者他们的后代子孙的。基因，好，那在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们就检验了大概14,500名的这样子实验的参加者，那这是一个很大型的实验 ，a large study， 从1990年代开始追踪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型实验的实验参加者，所以他们就写在这个最新的期刊里面 ，in the journal， 里面呢就说明了这个女生啊，这些女生她们的。
母系方面，母亲那边的祖母如果有抽烟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怀孕期间抽烟的话，那么有67%的人呢，他们很有这个可能性就会显现出来一些特定的自闭症现象的一些特质。那么也有53%的人呢他们比较有可能被诊断出来有像自闭症类似自闭症这样子的 disorder， 就是 mental 上面的心理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好，我们来看下一段。The thinking is that the smoking damages the eggs and developing in a smoker's female fetus. While the initial mutations of genes do not appear to impact the smoker's own health, their impact can swell when passed down to later generations. 好，那这里一段呢，他就来说明一下，他说这个想法是说呢，这个 the smoking 这个抽烟这件事情呢，他就危害了这个抽烟者，女性抽烟者，她在子宫当中呢发展出来的这些卵子，那么一开始的这些基因上的突变initial mutation of gene， 它并没有呢在这个吸烟者他本身的健康上去发生影响，可是呢这些影响这些impact， 它会随着pass down 到他比较后面的这个后代当中呢，这些影响他就开始 swell 就是膨胀扩大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怀孕期间的时候抽烟的时候呢，一些基因突变可能会发生在这个这些卵子上面可是对本身抽烟者可能还没有影响，可是当他传到后一代在下一代的时候呢就发生影响了，那就会产生像自闭症一些类似自闭症的这样子的心理疾病。好，那我们这篇文章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一般就已经听到抽烟有很多对身体不好的影响，对肺啦对气管啦等等，那这一篇的医学新知呢就告诉我们居然连这个心理疾病或者是传承到这个子孙代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抽烟其实是真的大家必须要三思的事情。那如果有人我们现在有同学或是有民众在观看这个节目想要戒烟的话，我们来请问我们的体育老师李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透过运动或是一些健康的方式来帮助民众戒烟呢？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些戒烟的一些研究案例。英国有一份研究指出通常我们吸烟者在想吸烟的时候事实上它是对尼古丁的依赖，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份研究它提到说可以透过运动然后来让想吸烟者减少对我们尼古丁的短暂的需求。那可以透过什么样的运动呢？可以透过一些伸展运动、有氧运动，或者说一些肌力运动，然后可以暂时转移他想要摄取尼古丁的需求。那这份研究在追踪一年之后，有高达大概30%的吸烟者，他可以对于尼古丁已经可以完全可以不需要依赖它了。好，谢谢李老师的分享跟建议。所以下次如果想要抽烟的话，就是要起来赶快动一动，是移转一下注意力。那我们用更健康的方式呢，来让自己呢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降低自己的压力和紧张，可以不用透过这个香烟或是尼古丁来做这些舒压。好，所以我们可以大家来试试看，是吗？是，好，透过用运动的方式来让自己更加的健康。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李老师的参加，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